有怪怪的味道。为什么有点怪怪的味道？不是我。我们好幸运呀！太幸运了，很快就上山了，很快就到海边了。对，神秘一下。对，有喝会让他加什么吗？姜吧。对，今天这个地方好呀。第十五只，让我也完全没想到上面怎么还会有那个东西。你没有闻到粑粑的味道吗？这环境多好。找庄智渊（括号球馆）我是当当。大家好，我是当当妈妈。其实妈妈从西安来之前就跟我一直讲说，她想要多一点去可以放空啊，或者可以坐着喝喝茶啊什么的地方。其实在台北听起来好像啊都是都市啊，大自然比较难找哈，但其实很好找。我们现在就要去阳明山。好，阳明山。阳明山我妈来了三次都没有去过。没有上去过阳明山。对啊，不只是去阳明山哦，今天刚好赶上台北某某季，带你去一个体验。你先不告诉你，反正很好玩，然后我也很想要去玩，神秘一下。对，我们走。这现在就在阳明山上了吗？对，现在就都在山上了。你看，我觉得就是几分钟就上来了吗？对，我们从那个大直隧过了隧道，五分钟就上来了，方便的吗？所以台北你看上山，哎呀，好方便的。然后山上这些绿绿的哈，对，这阳明山上上来像一个小社会，像一个小社区一样，一个小区域，对，什么都有嘛。我妈刚还是看到那个公交车，哎，这刚过去，她说，哎，这山上还有公交车呢。对啊，人家这上住很多人，就是跟台北市一样啊，来来回回的。她以为是那种进山了，车也没有了，只能自己开车上来啊什么的。这里是那个阳什么大学。文化大学，文化大学，对，这里生活机能什么要什么都有。对呀，完全是自己一个小天地嘛。对，一个小天地。我平常就是大概是这样，就其实挺简单的。很简单单，然后周末上个山，去个海边。是呀，这就是一种嘛，到周末你就放松一下嘛。对。有点怪怪的味道啊？什么有点怪怪的味道？不是我。没有说是你，这是硫磺啊，阳明山的硫磺。对，硫磺，不要瞎想啊。硫磺是不是它这个山上有温泉吗？对，这个整个山都是温泉，能这样讲吗？不是啊，整个山是火山。对，它是个死火山。死火山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去到那个冒烟的那个地方。你是不是已经感兴趣了？哪里？我就是带你来这个，但是不是简单的买一束就走。还有那个红色的，我妈已经兴奋了。好，领导下车。领导下车，小心。好，我们停好车啦。就现在没有吃饭嘛？戴上帽子，先吃饭。好，然后吃的也是很特别的，妈，你看，坐在这种小棚子里。好的。妈，你看上面。你今天是在棚子里吃饭哦？怎么样？挺好。哇，还有一个位置啊！难得，我们好幸运呀！太幸运了！你看，停车位剩了一个，桌子进来也刚好有一个。带妈妈来这种小棚子吃，就想坐在这种小棚子下面哈，全满，只有这一个位置，刚好，人家太幸运了，人家刚好走了。好，你就坐在这种石头上吃饭，对呀，感受一下。好呀。哇，来了一个妈，这个鸡就是这里必吃的放山鸡。我刚才进来看了，好像就每桌都点。对呀，那我们也必点，一定要点。看，我妈已经开始自己弄上面线。对，哎，你知道哈？对呀，这个是台湾的面线。妈，这个面线台湾人就是过生日啊，然后就很喜欢吃猪脚面线。你记得吗？昨天那个阿姨。对呀，她说这儿阴历什么？二月嫁女儿，就是女儿都要给妈妈什么做这个什么？对，买猪脚。她说她吃了天寿，天寿。她说她吃了好长时间，一直在吃。这边很爱吃面线，这是麻油的吗，老公？麻油的。你尝尝看，你吃不吃得了这个麻油味道？怎么样？可以。那你还可以。我觉得它那个蒜，那你喝一下这个，这个也是阳明山上这些农家的这些小院子，它专门有的地瓜汤，你喝一口。有喝出来它加什么吗？姜吧。对，第一口都喝出来。住在台北的呀，像一个后花园一样。很快就上山了，很快就到海边了。对，鸡已经吃了两块了。是呀。你再吃。没有那么多油。
瓶你也可以啊。可以。你是不是很喜欢绣球花呀？是呀。但绣球是下一个季，现在是海鱼，海鱼就是那个吗？啊啊啊啊。但是这个是紫色的啊，就是那种白白的。这个白色的比较多一些。走，我带你去跟它相见。好。堵车啦，对啊，太多人了。花挺漂亮的。啊，层次特别多。往前走。看这条鱼多大，你看。哈哈哈。你看这个又肥又大的。啊，那小鸭子。啊，两个，像夫妻两个。你拍一张。我拍一张吧。咱们可以进去采六级，可以啊，可以进去啊，100块、啊、可以采六朵出来。对对，那天我碰到这个阿姨，你看我说要叫要来吧，啊，好，我妈妈是10号才来的，对，谢谢你，欢迎光临啊，谢谢，我要入园啦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就很早来看的，先看场地。嗨，我现在跟大陆妈妈在海鱼的花园里，海鱼就是大陆的那个。马蹄莲，对，马蹄莲，你是不是看长得很像？是呀、啊。然后，所以萧敬腾有唱一首歌叫《海鱼恋》，就是说的这个花、哦。对。好了，你现在不但可以看，你还可以特别漂亮。我当时好像没有，我虽然知道这个马蹄莲，我没有见过它真正这样怎么长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就是你只在花店见过，对，没有看到它在地里的样子。怎么长的？今天看个够。我们三个人可以采18只哦。是呀、啊，那我们给采这个。哎。拔不起来，你要使劲。我真的拔，哈、啊，太瞎了我。我一定要把这个拔起来。哎，摘个花都能摘出一种搞笑感。招呼，嗨，你现在真的是在海鱼的花园里。是呀、啊。美不美？美呀、啊，你看我拆的这个不太开的这个，回家它还可以慢慢开。哎呀，这样的画面好温馨呀。你这都跑到人家秘境里来了，是吗？哎呀，这株好看，这株吧，你跟粉丝朋友看一下，看一下吧，真好看，好看啊、哦这个！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回去还会再慢慢开。你现在已经拔出经验了哈，嗯，我已经知道什么该拔了。OK， 我们三个有18只，18只，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花呀。今天这个地方好呀，这个活动安排的好，是不是、啊？我就知道你喜欢。啊、看这个花多漂亮。我妈也喜欢这些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真漂亮。哎呦哎呦，好美好美，好美好美。哇，你采了多少只了？二，这12只，咱们是18只。妈，你这现在采第几只了？15只。怎么样，在台北给你安排这种活动，很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，想不到城市里还可以安排这种活动。我不知道这儿有这种，我已经采了这么多只了。今天我就承认你比我好看了。因为你有话说的，好像我没你好看，漂亮吧？开心吧？太漂亮，而且外面后面的景，对，好舒服。那主要是你一来天气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、花都开了，你看。我上个礼拜来，我不是还给你发信息吗？我说好冷好冷，然后这些花都是那样收口的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全都开了，你看大部分都开了哈。Lucky， 多漂亮！我是 Lucky Girl， 你是 Lucky Mother。18只，你不多采了？哎呀，不能多采别人的呀！你要、哦、好啦好啦，人家就叫你采六只，你干嘛要多采？人家也不容易啊。其他的就留在啊，给别人采的。对，然后让他们也再好好生长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爱花的人很多呀，让别人也喜欢一下呀，心情好一下呀。走，走。哇，这里就直接帮我们弄成花束，可以带走。妈、哎，你在墙上看清楚，人家专业的养海鱼的啊，回去这些花就交给你照顾了啊。好的。妈妈拿到了，好温馨啊！我给你包的好好的，你看多漂亮哈、啊！还有层次，走，你就把那个怎么照顾它记好啊！嗯，记住了，两天换一次水，换水的时候剪下去2公分啊、嗯！哎呀，好学生，嗯、好学生！完了，滴一两滴白醋在水里，好，不用这么认真。那你看前面这个山，像抹茶一样，但是台湾其实是有个抹茶山的。你还挺会给它起名的，还抹茶，真的很像。刚刚玩的挺嗨的哈，嗨得很。现在要再去一个地方，更嗨的地方。嗯，还不能说。应该是让你更嗨，让我也完全没想到上面怎么还会有那个东西。你等下到了就知道。好，好，继续上山的路上，看到了很多徒步的夫妻情侣，想让妈妈好好感受这份自在的生活。对，硫磺水，妈呀，可以随便这里可以吧？随便的，随便的。啊、那咱们也泡一下吗？去，进停车场。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，这也排的。也是停车场，对啊。太多人了吧？对，你排到几点去？嗯，看一下排多长嘛。好，看一下。刚才我就看很。
多少钱啊？90分钟，1个小时。平时胆囊是出了名的不爱排队，但真的很想让妈妈感受这个奇观。最后我们排了半个小时，还可以哈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嗯，远处那里，呀，这开到山顶这么开阔，这地方哈，是吧？有点像牧场一样的，你觉得像牧场？对呀，多开阔！你们应该也很久没来了吧？因为这个是党党第二次来，我来过一次，这次带妈妈来。这个时间刚好也是上来，也不是阳光，也不是那么太晒。对对对对对，刚刚好，有点要往下走的。对，挺好，有点像那丘陵地带，看着还美得很，特别好。你刚才闻到啥味儿？是一种花香的味儿，是花香的味道。你没有闻到粑粑的味道吗？为什么没有牛？牛不见了。好像去年死很多。去年死很多？对啊。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，这旁边就已经有了。现在走了好久好久，你们看，山上一头都没有。没有啊，想说一来你就可以看到了，所以我一直给你保密嘛。但是走了半天也没看着。看着什么呀？你没有一直闻到那个味道吗？你看这里啊，牛，我没看见牛呀、没看到啊。和胆囊上次来的完全不同，走了好一会儿，一头牛都没看到。老公查了下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新闻，内心还挺担忧的。看看看，那有几只在一起？对呀、在一起是吧？对，走过去看看，走吧。啥？它身上这个颜色，这个牛身上的颜色哈、它不是那种黄牛，很可爱的，他们三个在这里。嗨，嗨，看到我了吗？有有有有，对着你点头呢。这个不太好，屁股对着你。这个颜值有点儿，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现在剩这么多这么少啊？之前真的超级多，一路走来一路都是牛，为什么？我到那边看看有没有。妈妈要去找一下。我怀疑他是一直看你头上这帽子的颜色，看了很刺眼。你看他这瞪着你，看见没？我这帽子是红的，他不会等一下冲过来吧？斗牛那个，看你，他真的在看我啊！那帽子给你戴。再后来发现担忧是多余的，因为我们找到他们啦，找到啦，他们在这里。牛妈妈，妈妈，哎，他们睡觉。妈妈说好喜欢。睡觉好有意思啊，跟人似的，还像那侧着睡啊。哎，你看它，那眼睁开了，看那个站起来了。他们都是野生的，吃草操。对，吃草操。哇，这是他们的台北市，它就是他们的领地。哎妈，你看，你看那里，中间水池的中间，我看见了。哇，好悠闲、这环境多好。别说大陆妈妈了，我都觉得在一个城市中间能有这样的生态环境，很震撼。咱们下来了，这么快啊？妈，哎。这里、我们下山啦，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哈。对，挺像小润似的。是的，记起来，下次我爸来的时候带我爸他来啊。好、就是，他刚好属牛，来看看牛。什么属牛？我妈的梗有时候我也接不住。这两天一直跟妈妈在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，有让我给妈妈准备个遮阳帽的，准备了，提醒妈妈哪里可以接热水，哪个好方便啊什么的，然后还有给我们建议去哪里哪里玩，还有对，还有建议妈，还有建议你可以去高雄找庄智渊（括号球馆）都谢谢大家，都记得妈妈的兴趣爱好啊，记得她会打桌球，她有带球拍，所以我会带她先去淡水的活动中心，带她先去看看那边有没有球友。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去找他们玩了，都谢谢大家，每一条留言我们都有看，那他自己也可以看。好啦，那我们跟粉丝朋友们说拜拜，拜拜，记得帮我们点赞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谢谢，下期见。过去猴子，猴子，猴、猴猴哥，猴猴、好几个啊，这么多，五个，哇，太幸运了，他还在这儿给他理毛呢。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，安排都安排不来的桥段，就这样被妈妈看到了。这是一个怎样的生态环境？我想不用多说，妈妈都懂了。